that would take advantage of the freedoms of Brexit. I recognise, though, given the situation, I cannot deliver the mandate on which I was elected by the Conservative Party. I have therefore spoken to His Majesty the King to notify him that I am resigning as leader of the Conservative Party. This morning I met the chairman of the 1922 committee, Sir Graham Brady. We've agreed that there will be a leadership election to be completed within the next week. This will ensure that we remain on a path to deliver our fiscal plans and maintain our country's economic stability and national security. I will remain as Prime Minister until a successor has been chosen. Thank you. 大家好，这里是小镇小林。加更一集关于特拉斯辞职的事情。他昨天刚刚说的很坚决，但是我不会走的，我不是一个随便就可以放弃的人。他刚说的，24小时以后他就辞职了。好像那个约翰逊也是，也说过说我不会辞职的，怎么怎么样，然后24小时以后就辞职了。看来以后这些政客就是这样，他越说他越不会走，他不会辞职，大概估计就是很快他就要走了，大概以后就是这个意思吧。他这个辞职呢，其实不是特别意外了，我刚刚看到，我觉得他其实主要的问题还是说，从他一开始一直到现在，他一共是在职是44天，不给任何人任何信心，我觉得他就没有让人感觉到，就是说他始终对这个局势他有一定的掌控，不管是英国的经济情况还是外交上头俄乌战争的这个情况跟任何国家的情况等等，他自己英国的经济搞成这样子，他还要强硬的什么要对中国强硬啊什么的，就这种地方吧，就给人感觉就是说他完全不知道不了解管理国家需要的一些基本的常识，我觉得这是最主要的问题。一般的分析现在都说他的这个很小的，他搞了一个小的预算，说是这个预算呢让这个市场对他没有信心，可我觉得其实市场一直对他都没有信心，预算呢是让市场彻底失去了信心，应该是这么说。我觉得其实这个英镑的贬值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然后这个股市的情况也一直不好，那股市的情况不好是跟他这个高的能源价钱啊什么的都是有关系的，我觉得这些都是相关的内容在里头。然后他搞了一个这个，他自己把他声势造得很大，他说我有一个小的预算出来就能够怎么样，结果人家一看也没有任何新鲜的东西，也不过就是降税，降税降的就是有钱人，那有钱人降你再给他降多少税，他也不可能把经济就一下子就刺激起来，就你完全没有去考虑这个高通膨的问题，所以呢就大家一看，哦，本来就觉得他呢不行，他这个小的预算一出来呢就说，啊，确实是不行，应该是这样子说，所以呢就一下子就失去了市场的信心，失去市场信心以后，他本来也不是特别受欢迎的一个人，那他的民调就一下子就崩塌了，就他本来民调也不高了，但是呢总的来讲我觉得老百姓好像还是愿意给他一个机会的，可是他做的第一件重大的决定就使得市场就崩塌了的话，那老百姓就想算了，这人看来就是不行，就是应该说吧，他从一开始哈就不给人信心，不给人这种他有掌控局势这种感觉，然后他接下来的一系列的骚操作呢就只能说是证实了大家对他的看法，应该说是这样，所以他这个寿命这么短哈，他在台上的寿命这么短，我觉得也不奇怪。接下来呢他说是会有选举，那这个选举有可能是保守党内部的选举，也可能是正式的大选，正式的大选应该是在24年的12月份之前，就是英国的规定是任何一届选举完了以后，就是选进去的国会的议员不能够超过五年，也就是说在五年之内其实都是可以再选的，国会制的这种国家哈，它的那个跟美国的这个是不太一样的，他这个五年是说你不能超过五年，那你只要在五年之内现任政府是可以说现在我要举行全国大选是可以的，原则上呢这个的这种可能性不大，因为保守党现在他民调特别低，他跟这个工党民调特别低，那这个政府毕竟还是保守党的政府嘛，那他如果现在要进行正式的大选的话，他肯定是输得一塌糊涂，但是这种可能也不是不存在，因为接下来的这几个热门的人选哈，一个是现在的财长 Jeremy Hunt，一个是 Penny Mordaunt 以前的国防部长，还有一个就是以前的财长叫 Rishi Sunak， 就是最后一轮上一次跟 Liz Truss 进入最后一轮的这 Rishi Sunak 的印度人，现在呢这几个人应该算是热门的这个候选人，
但是这几个人吧，他们其实也都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区别，他们跟 Liz Truss 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区别。那在这种状况下呢，很有可能保守党的人呢就觉得干脆呢就进行一个大选，就让工党上来，让工党呢做得很差。因为工党的这个人他叫 Keir Starmer， Keir Starmer 他跟他们也没什么太大的区别。你别看他嘴上骂的挺厉害的，骂这个 Liz Truss， 但是事实上他实际上的他的政策也不会跟 Liz Truss 有什么特别大的区别。所以保守党在这种状况下呢，既然保守党自己不认为，如果保守党里头有足够的人认为自己保守党现在谁上去都不可能扭转局面的话呢，还不如就让工党上去。工党上去让他们，如果认为工党也不能够扭转局势的话，那工党的民调会下来的，那工党待的时间也不会很长，再进行一次大选就又把保守党再选上去，这也是有可能的。看他这个保守党自己内部是怎么想的，还有保守党自己内部的权力斗争是怎么搞的等等啊，这里头就很难说了。现在看来呢，暂时呢，我认为他们应该是说就进行保守党内部的选举，那就是我说的这几个候选人应该是这样子。总之呢，我认为哈，英国的问题啊，谁上去，现在看来的这些能有可能上去的人都不可能太多的扭转局势，只不过是谁上去能够撑的时间长一点。他真的想要扭转局势，其实要做的几件事情，下一任的英国的首相应该做的呢，一个是马上停止对俄罗斯的制裁，停止对俄罗斯的制裁，这个能源价钱会下来的，一定会的。还有需要加息，就是控制这个通膨，也就是得加息，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还有呢，比较极端的办法呢，你可以就是说是强制性的控制能源价格，强制性的控制任何价格，这种事情其实在西方都干过。我们以前也一直认为这是只有说社会主义国家会搞这个价格控制，其实没有，尼克松搞过，尼克松搞过九个月，就是控制所有的价钱。他那个当时是这么说的，他就说你现在的价钱就是不许涨了，就随便是什么东西的价钱都不许涨。与此同时他还规定呢，工会不可以再要求说涨工资，不可以，不可以有任何的组织说我现在要求你这个企业给我涨工资，也不可以，也就是说工资也不能涨，价钱也不能涨。他控制了九个月，九个月以后他就放松了，他就取消了这些控制。很有意思的就是说他取消了以后这些价钱也没有上去，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他控制了以后，就是这些商人呢不愿意他控制，说句老实话，商人不愿意这个你这个国家来掺和说我这个价钱应该怎么定。那么这些商人他也知道，如果他的价钱涨得一忽然一下子又涨上去了的话呢，那尼克松可以再来控制他。所以为了避免这个政府再一次的介入说来管控你这个价钱，那他就没有去就是提价，就基本上保持在这个控制价钱的这个上下浮动。所以控制这个能源价钱是可以做的，但是呢就是要记住不能时间太长，时间久了呀，完全控制这个市场的价格总是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会出现的。但是你现在不是比较紧急的情况吗？你不能再让你的能源价格再这么涨上去了，控制能源价格是可以考虑的。再有一点哈，我其实觉得他可以考虑释放阿桑奇。释放阿桑奇看上去跟这个能源价格呀，跟这个通货膨胀好像都没什么关系，但是释放阿桑奇其实是释放一个信号。现在对英国的新的首相来讲，特别重要的要释放一个什么信号呢？就是我要以英国的利益为重，我不会再跟着你美国走了。因为目前为止，市场其实不傻，你不管选民怎么说，不管你的精英阶层怎么做怎么宣传，这个资本市场它一点都不傻，它看得很明白，就是你们这些欧洲国家呢肯定是跟着美国没完没了的去惩罚俄罗斯，最后把你自己的国家经济都给搞乱了，这个资本市场看得是很清楚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如果说我就跟你美国就彻底的闹翻，这是不太可能的，而且这样对市场也不是很有信心，就觉得你那你接下来你怎么弄呢？可是你释放一点信心，就把阿桑奇给放了，就给市场一个感觉，就是说我不是百分之百的什么事你都听美国的，我有我自己的主张，我有我自己的想法。引渡阿桑奇这件事情事实上是完全违反了英国的法律的，事实上是这样子的，因为阿桑奇肯定会受到折磨，到美国监狱里头肯定是会受到折磨的。他们引渡之间并不是说你要来要人我就可以给你，我就肯定要给你，他第一要保证他不会被判死刑，这是第一，另外他还要保证这个人要受到人道主义的对待。阿桑奇这样的人到了美国的监狱里头不可能受到什么人道主义的这个对待的。还有一点就是阿桑奇自己最近的健康状况很差，他现在又得了这个新冠，
这也是可以释放他的一个理由，就纯粹说他需要去治疗，出于健康原因我们就把他放了，我们就不引渡，他可以这么做。他这么做也是释放一个信号，就是向全世界告诉大家，我现在要以英国的利益为重，我不会100%的全听美国的。而且他也不用为这个事情真的得罪美国，他给美国的理由很简单，他可以说你也不需要这个麻烦。阿桑奇你要记得，他是在川普的时候，在这个蓬佩奥的鼓动之下发出的引渡要求，是这样子的。那他发了引渡要求以后，阿桑奇先到厄瓜多尔使馆里头藏了一段时间，然后他出来的时候被英国政府给抓起来。从拜登来讲，他既然他这么反对川普的一切，他可以也反对这件事情。所以新的首相可以说，我给你一个台阶，你呢就借着这台阶下了以后呢，你还可以借此呢去骂一骂川普，说川普不尊重人权了，不尊重这个言论自由了，对吧？你可以把自己说得好一点，对不对？就是你这样子的，就是说什么事情还看你怎么处理吧。你这样子的话呢，一方面可以不得罪美国，美国也真的没有办法。说句老实话，你现在这个状况，美国真跟你英国闹翻也不太可能了。另外一方面呢，释放一个很好的信号，就是说我是有主见，我有气度，我掌控着局面，对吧？我是以英国利益为重的，我不是100%样样事情都听美国的，我可以跟美国意见相左，这个信号很重要。就是阿桑奇这件事情吧，左翼和右翼都有很多人支持他，而且越来越多，很多人越来越多的人把他变成一个就是抗争政府的一个象征。那你这个时候呢，你就把他给放了，你就释放出一个信号，就是说我听到你们的声音了，而且我也尊重言论自由，我也尊重人权等等。你这样的事情呢，就是说比你那个政策要快，你加息也好，你控制价钱也好，这些东西都不是说马上就可以立竿见影的，你毕竟这个价钱也已经涨了这么多了，对不对？所以老百姓其实是这个怨恨不是一天两天能够消除得了的。可是你把阿桑奇释放了，这就是说马上就可以立竿见影的，就会有很多人就说啊，这个首相这点上做得还不错。就说你总要给老百姓一些东西，你让他能够马上感觉到你的好，感觉到能说你两句好话。我认为阿桑奇就是这么一件事情，你不需要做什么的，马上把他放了，立刻就会有左翼右翼的一些人就会说啊，这件事情他做得还不错。你总不能一样样事情都让人没有地方去挑你的好， Liz Truss 就是这么个问题啊，没有地方你可以是夸他的，就是这样。就是说他做两件事情，一个呢停止制裁俄罗斯和释放阿桑奇，释放出来的信号就是我要走我自己的路，我不会让美国牵着鼻子走，加息和控制能源的价格，就是控制这个通货膨胀。这几件事情做了，会给新的首相至少买来一些时间。新的首相其实需要的是时间，不管是英国老百姓也好，还是保守党也好，已经对这个新上来的这对首相这个人已经没有多大耐心了，你只要有一点错他就觉得行了，你不行了你走人吧。所以其实对新的首相来讲特别重要的就是一个信心的问题，就是要给自己要有足够的时间，怎么着你也要给自己一年的时间，你的任何政策能够有些效果的话怎么也得一年的时间。但是我说的这几个人，什么 Rishi Sunak、 Penny Mordaunt、 Jeremy Hunt 这些人都不行，都是做不到这一点的。所以我提的这种建议也是白提吧。如果保守党确实觉得自己无力来扭转这个局势，干脆把这个烂摊子就扔给工党，如果说他们就说那我们就进行正式的大选，大选应该是比较肯定的，可以说是工党会取胜的，那么保守党把这个烂摊子扔给工党，工党现在上来这个人叫 Keir Starmer， 他也不行的，他其实跟 Liz Truss 他跟他们这些人没有什么区别，他也同样都是那种就是资本控制的，他肯定不可能说控制什么油价能源价格，他肯定不会做的这种事情。加息有可能，但是加息本身是不够的，更不他也不会去释放什么阿桑奇啊什么这些事情他都不会做的。所以英国现在的问题是确实是无解，就是主要确实是没人。当然了，我们中国有句话叫做乱世出英雄，会不会天降猛人，有一个我们都没想到的人忽然之间出现了啊，一切的把局面全扭转过来，这种可能也存在吧，那我们大家就拭目以待吧。好，这个先聊到这儿，谢谢大家，喜欢我的节目麻烦点赞留言转发订阅，谢谢。